宝贝，晚上可以去你家吗？我买了新的影片哦。好啊，我爸妈刚好今天不在家，但是我家有两位猫女仆姐妹哦。啊，对了，他们很喜欢吃甜点哦。你要先想办法骗他们离开哦。那我跟你说，你先准备一些甜点，然后放在你家地下室，我们再一起看影片吧。好啊，我马上就去准备。叮咚叮咚，有人在家吗？你是谁啊？主人现在不在家哦。那个可以让我找一下主人的女儿吗？我有一点事情要跟她商量一下。不可以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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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拜托啦，拜托啦。不然你们想不想吃蛋糕呢？哦，好啊。是怎么样的蛋糕啊？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等一下到地下室就会有惊喜啦。嘿嘿嘿嘿嘿。好啊好啊，我们最喜欢吃蛋糕了，耶！我想吃。我也想要吃，那我带你们去哦，钥匙在我这里。好啊，走吧走吧走吧。啊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我想要尿尿，你们先下去哦，我等一下就来帮你们开门。哦，好啊好啊，你快一点哦。这两只怎么这么好骗啊？哎，你要吃哪一个？我觉得都看起来好好吃哦，这草莓的好像很不错呢。对啊，要吃哪一个？啊，嘿嘿嘿嘿，你干嘛啦？你怎么把门关起来了？哎，放我们出去啊！放我们出去啊！嘿嘿嘿嘿，哎呀，你干嘛？你开门，你开门！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才不要让你们这两只电灯泡来打扰我呢！嘿嘿嘿嘿嘿，哼，等一下我们出去你就惨了！哼，我想要出去，我想要出去啦！宝贝，我成功把你们家女仆关起来了哦！哎呦，你怎么那么坏啦？我们来看我们上次玩的123木头人的影片吧。哇，原来你有偷偷录影哦！对呀，我有请主办单位来帮我们录影哦，而且超有趣的哦！啊，我踩到香蕉皮了！咚咚咚咚咚，我是一个草丛，我正在默默的前进。天哪，你还好吗？这个不是只是玩具枪而已吗？你怎么晕倒啦？哼，我快笑死了，你被那个香蕉绊倒真的是太好笑了啦。哎，这么好笑你怎么在睡觉啊？傻眼耶，他人这样子来别人家看影片然后自己睡着的。啊，有人按铃耶，你赶快起床啊，赶快醒赶快醒。啊，我怎么睡着了？嗯，宝贝对不起。完蛋了，我在想该不会是我爸回来了吧，惨了，你赶快找地方去躲起来。好啊好啊，要躲在哪里啊？你家哪里有可以躲的地方啊？不然你去 躲在衣柜里面好了。好啊好，我赶快去，我赶快去，你赶快进去。好，爸你怎么回来啦？因为疫情扩散啊，所以庙会的活动暂时暂时停止啊，哼，害我白跑一趟。哦，爸爸，你赶快进来吧，外面很冷。宝贝，你的功课做完了吗？做完了啊，爸爸，你看一下吧。这题你算错咯，这里应该要这样子算才对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爸爸。哪里传来的打呼声？在哪里？奇怪，家里怎么会有打呼声？我去看看。打呼声从这里传出来的，谁在里面？给我出来哦！惨了惨了惨了，被发现了！啊，对不起，伯父，你在我家做什么啊？伯父，对不起，伯父，对不起。你要去哪里？跟我回来啊！你解释清楚啊！哎，我家宝贝女儿还没有满18岁耶，你躲在那里做什么？没有啦，伯父，你不要误会，我们只是在一起看影片而已。真的是这样子吗？你老实说哦，你们没有怎么样吧？伯父，我们什么都还没有做过啦，你不要想太多。那你做过还得了？伯父，而且你们家有两个女仆管家啊，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做任何事情嘛。对吼，啊，我们家女仆呢？我怎么都没有看到他们，跑去哪里了？伯父啊，他们被我关在地下室了啦。
我去看一下哦。你说什么？你躲在我家女儿的衣柜里面，你现在还把我们家女仆关起来？我不想再看到你了，你给我滚回家！现在，马上，不要再找他了哦。见你一次打一次哦。对不起，伯父，对不起，我马上回家。这个兔崽子真的是哈，到底想做什么啊？